各位大家好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从我出上一盘光碟到现在呢，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。上一盘光碟呢是以水为主的画，今天呢准备画一张以山为主的构图。这张画取材于著名的风景名胜三峡，三峡是以雄秀险奇而著称，从古到今有很多的画家都是以画三峡而闻名。今天我准备把三峡的云、水、山画给大家看一看。好了，时间有限，下面我把我自己的一些基本工具给大家讲一讲。首先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笔。我最关键的一支笔是一支这个叫大石欢。大石欢呢主要是以画山石为主的哈。好，另外呢就是小石欢。小石欢这支笔也是很重要的一支笔，它呢主要是画什么呢，就是画也是比较精细的山石，然后呢有时候画水画波浪，这都是用都很好的，一会儿我们会用到的。另外一笔呢就是一支烘云的笔，这笔我们主要就是烘云用，是我很特殊的一支笔哈。这个是四号石欢，画树感的。这个五号石欢是画树叶呀，也画一些小的点景的。另外还有一支比较有特点的笔，这个笔叫点子笔。点子笔主要是什么，点树，那是非常有特点的，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的哈。还一直是画水的，画小溪的。这支笔呢看着好像很平常，但是画水的时候画溪水的时候，这支笔是很有用的哈。好，另外一支很小的，这个叫小狼毫，画我的点景的笔，比方说画房子、画人物、画鸟，这都很有用的哈，写字啊，这都很好的。现在呢我再把我的这个颜色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首先呢这个是太青蓝，太青蓝呢在中国画里很少有画家在用，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哈，太青蓝这个颜色是蛮有特点的。你比方说花青哈，花青色和太青蓝有什么区别，我太青蓝我加一点墨就是花青了，但是花青色要是达不到太青蓝的效果的。好，另外一种，这个是我画里用的最多的一种颜色，叫什么，叫藤黄。藤黄这种颜色也是，它不管是用太青蓝还是用浮标，它都要用它来配合哈。好，然后就是有一种叫山绿色，山绿色这种颜色哈也是柔和画面用的，但这种颜色用的时候一定要很谨慎的，因为这种颜色它是粉质颜料，是对覆盖画面啊有时候有点影响的哈，用得好就很好的。然后是珠标色，珠标色为什么我要用呢，我主要是一个是画秋天，这个是经常要用到的，另外一个我不用赭石色，因为赭石色呢现在有些质量也不是很好，可以用珠标色加藤黄加山绿能够调出赭石色啊。好，另外还有一种叫胭脂色，胭脂色这种颜色哈在画面里经常起了一个融合整个画面的作用，它也可以使有些很鲜艳的颜色，比方说太青蓝这些颜色哈，它可以把它融合了，不要太鲜艳。好，另外白色，白色这种颜色在画里是很谨慎的，用的很谨慎很谨慎的，有时候呢我就在最亮的地方我稍微用一点，其余的一般都不用的哈。好，另外我再把这个我用的纸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一般呢我不用单圈，我用的纸都比较厚的，用夹圈，因为我的画法跟别的画法不一样，我要用烘染，要把纸打湿，要用烘染的方法来画它，所以说如果纸太薄的话哈，你在画的时候容易纸要坏掉，所以我用的是比较厚的纸。另外呢这个纸它又能够把这种墨色颜色能够很好的融起来，使这个画面显得更厚重。好，这几样东西我都全部介绍了，下面呢我就开始示范给大家看了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动笔了。首先第一个哈，我们蘸墨。我画画一个特点就是第一笔墨啊我一定是要很浓的，而且是从笔根到笔尖我都要蘸得很饱满，大家看哈，蘸得很饱满的。蘸完以后在这个盘子里要从笔根到笔尖一起刮，千万不要只刮笔尖，因为笔根的墨是很重要的。刮到什么程度，你看哈，基本上这个笔是扁的好就可以了。
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这里画一块三十，这个三十画的是起鼻低鼻的时候，你看哈，我这个鼻，你不要一笔带过，要有顿挫。把这一笔画了以后，好，比如第一笔画到这里，第二笔上去，上去大家看看到笔尖，哎，自动闪开，然后拖下来，拖的时候笔锋要转动，这一笔就有变化。好，这是第二笔，第三笔，比方说我现在这两笔都是平行的，基本上平行，我画第三笔，千万不要让它平行，怎么办？一方面线条要有变化，第二方面你看上面宽下面窄，这样子它这个三尺的线条就有变化。这笔画了以后，这几笔一画，我鼻上的水分呢就比较少了，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？利用这个比较少的水分，把这个石头里面比较细致的东西啊，你看这是比较细致的，把它衬出来，笔呢要散开，那出来的效果哈，这个石头就显得很有质感。这笔画了以后，然后画下一笔，我要注意了，不要又是平行画这一笔的时候，你看出来。这边宽，这边逐步逐步的用侧逆风画过来，你看一笔下来就有很多变化，因为什么？鼻是散开的。由于我用的是比较厚的纸，你看我出来的线条，我会行得很慢。如果用单圈的话，它这个一下就化开了啊，这里面还是三十啊，这些啊都是很有质感的线条。刮笔很重要，这个笔锋啊刮得好，你在画到纸上的话就好。有时候我经常我还这种情况，比如我刮扁了以后，我把这个笔稍微扭一扭，这条线条你看都是这样斜着的，都是比较斜的，我要画这里的我就不要再斜着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我竖下来，竖下来以后，这里面当然这里面这么空，你就不可能说不可能就让它这样空着，线条都有变化了。现在画这个是画的不是很好，为什么呢？他主要是不知道这个笔锋怎么转动。你比方我这样上来，哎，稍微扭一扭，这就有变化。但有些地方，你比如我这一块画的很细了，我这一块怎么办呢？这一块啊，我就把它。再看看有什么变化，就以叉为主，你看这里很虚的。这个三十是非常讲究的是什么？就是虚实变化。如果你这里画的很实在，这里也画的很实在，都很实在的话，那就不行了，那砍的就比较平了哈。好，有些你觉得不必要的量，可以现在你看这个笔现在是比较干的。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呢？擦一擦。我们蘸点水。其实这个呢，也有办法的哈。你比如说，我这里
蘸点水，因为下面画的很精细，我上面这些地方我就可以。都画的比较快了，这种蘸笔的形式。先用这个笔尖蘸点水，然后蘸三绿、太青蓝、藤黄。如果你觉得哪种颜色不够，你再加就是了，不要一次性加很多。开始我是没洗笔的哈，我这样子的话，大家看哈，就笔尖上是有颜色的，这个笔根呢还是墨色，这样子就很容易。你看我这样子一笔，好，蘸完了以后我就可以一笔。当然还可以稍微再蘸点水，有些学员画了这一块以后哈，他就不管它了，就这样子。其实啊，你看哈，这笔画了以后，这里和这里还怎么样，有点脱节，马上就可以怎么样，将就这个笔上的水分。我把多余的亮点，大家看哈，我把它压了，不要它太亮了。哎，大家再看看这块。上面山上的这个代表山上的植被啊，上面山上的植被看得很茂密的，而且里面隐隐约约还有很多的变化，好，很自然的它就和这是亮出来的山石它衔接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块山石画好以后，画好以后呢，这下面还有蛮多空的地方，但是我这里画得很仔细了，很仔细了，我这些地方啊都应该要怎么样呢，都应该稍微虚一点，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先把这一块先画起来。画的过程中，主要这个笔都是以侧锋和逆锋为主，这样子画出来的线条它有金石味。像我开始说了，这个地方在画面里它不算主要的，所以我画的比较稍微虚一点。对，直接虚下来，以叉为主，这一块更加要虚。比方说现在这个线条是这样下来的，我再画个线条我就要这样斜着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看，做一个喇叭形式，由大逐步到小。但是光这么一个不行的，里面这里就有撑法，你看这个也是侧逆风，一笔下来大家看蛮多的这个线条在里面，而且有变化，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的。我开始说了吧，这个地方应该要以比较虚的线条为主。相对而言呢，这里呢还算是比较，你看还有一点线条，再往后面就更加虚了，所以这个笔基本上下来，大家看哈。但有些学员他就在画这个的时候哈，他这里很多线条，一到这里就是一块死墨，就不行的，一定要怎么样呢，逐步过渡，就是你看这有点线条，但这个线条又比较虚，再往后面主要是以叉为主。
下面都是比较虚的。比方说我们现在哈这一块三十，现在基本这个三十画好了，画好以后我要考虑一下，哎，我觉得这里稍微平了一点或者怎么样，比方说我这里再蘸点也是比较浓的墨，以上水分呢不要太多。把笔稍微扭一扭，好，我就可以怎么样哈，让它这个有点变化。我把这个三十，哎，我再出来一点。这个地方就一定是很讲究了，在画的时候啊，笔锋的转动，它的变化，哎，都很讲究，要注意，慢慢的，要行笔不要太快。因为这里不需要量。好，我这一块深其实有个好处的，这一块深以后，你看这一块和这块的关系一下子它在前面来了，它到后面去了，这有变化。好，那这个三十基本上就画出来，当然这些地方你看都包括这些，这里这些有些地方都还比较亮，我们等它稍微干一点以后呢，用淡墨一染，把该深的地方、该浓的地方把它压下去，这样压下去以后，该亮的地方自然就出来了哈。这里画好以后，然后这个地方我准备要画一条小路，小路呢就可以换支笔，用什么？用这支小狼毫，也是蘸比较浓的墨，可以适当的蘸一点朱标，笔上水分不要太多。比方说哈，我们现在画这个路，画路的时候大家注意哈，你只要你这个画路的线条跟这个纸边平行，一般来说路不会出什么问题。但这个平行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平行，那我有些线条有稍微高一点，有线条还有稍微细一点，有些粗一点，有些斜一点，无所谓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也是经常有学员要犯的。你比方说哈，他在画这个路的时候，因为到这个画山石啊，画这些大块的石头的时候，他用笔都是很粗犷的，但是因为到画这种路啊、桥啊、房子呀，他一下把这个笔调得很细，然后用很细的线条，像这么很细的线条去画它，这两种就不协调了，所以说必须怎么样呢？你看，这里的路的线条跟山石的线条粗细都差不多。好，这样子你画出来的东西才能很好的和这个山石啊协调起来。好，这里画了以后，我们又换支笔，现在我就要用上点支笔。这个点支笔，首先第一个，点支笔我才用的时候都是不洗的。我们用水把它泡一泡，泡好以后，一般就是头天我用了，用胶墨把它拧牢了，不洗它。第二天呢，我早上泡五分钟就解决了，也是加墨，这个墨就用比较浓的墨。点这边点什么？点素。我点素呢，当然方法也蛮多的，这是其中的之一，就是先用点子笔把树的形状先点出来，再画树枝。好，把这个调好以后，你要在盘子里稍微揉一揉，把中间揉空。你比如说我现在这里要画一棵树啊，点棵树的话我怎么点呢？先点下面，大家看，这时候我笔上水分很多，我就先点
这个竖的下半端，哎，这个点子很大。好，然后点着点着，越点笔上的水分越少，就越往上就越亮，很自然的由浓逐步到亮，逐步过渡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么点了以后，哎，我就要考虑个什么了，考虑一个塑形。你比如说，哎，我现在觉得这里太圆，调整一下，这边出来一点，自然的啊，这个树就可以了。这算是第一棵树，我们马上也是蘸比较浓的墨，蘸了以后也是把这个刮一刮，水分不要太多。有些学员就这样子，他在点这个树的时候，他这样子点，由于鼻上水分很多，这样子点下来，他一下哎呦觉得很多了，马上就把鼻刮干，刮干以后浓的和淡的就没有，就分得太明显了，说不好看。你看我这么浓的点下来，点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把前面这个树把它衬出来，但是点着点着鼻上的水分是要就少，然后我就往上点。你看很自然的由浓逐步到亮，其实墨色都是一样的。这算第二颗，第二颗这里就比较，这里比较浓，这里比较亮，一下子它把它衬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第三颗，第三颗的话哈，这个要有大小变化，这个树很大，这个树很小，到第三棵树的时候就更小了。你看一二三，但如果这么一团肯定还不好看，所以说我会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路的后面我再点一颗。点它其实有几个目的，一个是跟它的形状有变化，另外一个呢，到时候我后面画山石的时候，它这个树可以把山石挡一挡。中国画是很讲究长的作用。好，你比如说这几个树就画好了，点好了，点好以后用四号石灰，我们把这个树杆构出来。我画画都是比较讲究，因为画画这个你画画画的好不好哈，用水很关键，水用的不好你画是肯定画不好的。这个笔刷好，把这个树枝把它勾出来。勾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你要找到它主要的枝干，比方说它主要先画这么一根枝干，这是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好，这是两根主要的，然后呢有些比较小的，也是这样子，利用它的水分，因为我才开始画，水分比较多，画着画着水分越来越少。但如果你这个时候水分还多的话，我可以把这个再画一画。好，还可以把这些小的先也画一画，这个基本上沾一笔水就可以把这些都画好。它以后呢把这个路子好撑出来，比方说我们先觉得这地方哎还可以，其实鼻上水分很多，我把它擦一擦，因为现在这个树枝和树叶还比较分得太开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鼻擦干了以后，我就画点什么呢？你看哈，这个很虚的线条，又像是点子又像是线条，这样子就可以把点子和线这个树枝很好的把它结合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也不要太讲究，这个树基本上画好了。至于后面这些东西啊，你可以把它擦。擦的过程中，一方面你不要影响它，还是看得出有这个山石的外轮廓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通过这个啊，通过这个淡墨。或者这个墨色，把这个树怎么样呢？哎，衬出来了。好，等它稍微干一干，我们再去弄它了。这块呢，这个树基本上就行了。好，再透过这树，我们再画这个山石啊，但是啊，因为这下面还看不出来，但是我山石一画，它自然就衬出来了。
好，这个画好以后呢，我们就画这边这块山石。这块山石的画法有很多，你比方说我可以画，比方说我要画一个平台在上面哈，我就可以调颜色。怎么调呢？首先第一个哈，比方我调太青蓝、山绿、胭脂，你胭脂色一来马上它就不鲜艳了。藤华，好，这是一块草皮，画法是这样子啊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很关键哈，就是画它的时候，这个下面这条线你不要把它画成一条平线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就便于一会儿我们下面我们要接线条的时候，接下面山石的撑法的时候，这也好接了。撑这个的时候很关键了，就是你比方说你看这个树现在撑这个就不好看，这是个圆圈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树形哎，把它修的，你看修一修，修的自然一点，这边也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算是一层颜色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加颜色。你比方说我开始的颜色比较浓，我现在将就在这个颜色的基础上我再加点山绿、藤黄、太青蓝，大家看哈，是不是要亮一点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加墨，也没有加胭脂色，我自然还想亮一点，好。然后第二层，第二层呢，明显它就比开始要亮。正好用第二层这个，我把这个树撑出来了。把树撑出来，这是第二层。然后第三层，这层就更亮了。这更亮了。最后一层呢，我们就把笔要洗了。把洗干净，水分也不要太多。藤黄加山绿，以藤黄为主，加点白色，外边这么一层，要过渡一下。这个画好以后，大家看哈，由浓的逐步到亮的，你看哈，我现在，但是这个是干画的，还没干的，所能够画出来。在浓的上面，我拉的，你看这个线条拉的深一点，我就算现在我从这个拉过去，你看这边是没有的，它是有的，因为它是干的，它是湿的。好，最关键是这个上面的。因为现在还是湿的，它会自己化开一点。如果你觉得，比方我现在这个化了，你看我现在这个，哟，这个蛮浓的，对吧？如果你觉得它比较浓了，你可以怎么办呢？好，就将就开始画的这支笔，画草坪的这支大石灰，马上将就它的颜色，特别是上面、下面无所谓的，上面，我这边走它一层。马上开始画的这个线条，它就会
散开了，哎，这样子绒绒的那种感觉就跟草坪一样，这看着就很舒服了啊。这个上面这个草就画好了，画好以后你看我开始下面这些我有很多的凸出来的部分，就是接我下面的山石的。这里呢这条路是要走上来，所以这里这块我还是把它画得很深了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。因为我的画面我是很讲究什么，很讲究的是就点线面的组合，像这一块就算是一个面，它一方面它把这些树你看撑出来，撑得很漂亮，撑得很有精神，另外一方面呢正好把这个路也撑出来，这里深一深的话，它这个树啊这些它就感觉很有精神了。但有些地方你看它圆圆的，这不好的我们就把它去掉。好，这一块你看很自然的浓的逐步就过渡了。至于这个地方再沾一点这个比较浓的墨，笔也是刮扁了。好，这个地方就算是一块，比方说它就是一个层面，好，你看它到了这个地方哈，我又要比较虚。为什么比较虚一点呢？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要通过这个比较虚的墨色，我把这个树要撑出来。我们要把这个树形，你看把它修得自然一点。所以这里一定要虚得好。这里画好以后，有些线条不要太硬了，觉得它太硬了，你用这个笔这样子点上两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笔呢要调的比较或者细致一点，水分不要太多。也是把笔，你看这个调调，就开始了。这算一个层面的话，这算一个面的话。虚的地方画了以后，这就画比较实的地方了。你看一下，逐步逐步的它就过渡了。好，这个层面画了以后，我要画下一个层面，我可以怎么办哈？明显我这个地方要稍微浓一点，这么一浓，自然的把这一块就衬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先把下面先画好。比如说这个山石接下来它可以延伸到这个地方来，拖过来，因为我这上面全是画竖的线条，我这里如果也是竖的就不好看了，所以我这里就画成一个横斜着过来的。至于这里面的变化都好变化的，这个画山石其实也是最难画的，但是它也是最灵活的，你想往这边往那边都根据你当时的感觉来画。这些地方都不属于很重要的，我们在画的时候大家看哈，都是比较随意的。完了以后擦一擦，这块就好了。这个好了以后我们就换支笔换成什么小石块，我们这里而且到前面哈，逐步逐步的我要用点色墨，用点色墨的话我这里就可以在小石块这个笔先蘸了比较浓的墨，然后我在这个盘子里调一调，我觉得墨还不够浓，
还可以再加点胶墨，加点素描，三绿，现在先调出来一点，我们先把这个先画好，越往前它颜色越亮，首先把比较浓的先画出来。来，这种比较精细的这种线条，它这个小石环可以把它拉出来的。来，它过渡一下，再往后面我们再调点颜色。你比方说我现在开始这个颜色呢是比较深的，我只要不加墨只加颜色的话，它会怎么样呢？哎，这样亮，就越调越亮。主要是什么？朱标三绿，然后又藤黄，这个又要亮一点了啊。但是在画这个的时候啊，经常有些学员他容易把它画成什么呢？就是画成一排一排的，这个不好看。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，那我现在画这个线条呢，它有点斜过来，我画这个线条我就可以这样子立下去。这个地方有些不知道怎么画，其实你看，其实很简单，稍微让撑两笔下来，它现在就感觉到很复杂了。好，再往后面画，哎，我们线条又要更加亮丽。我可以加一点什么了？加一点点白色，朱标，藤黄，三绿。考虑一下，哎，怎么画？颜色一层一层的亮上去了，墨色是越来越少。这样子画出来的东西，它感觉到是很有光感的。不一定画到底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到这里我要画点树，不要这里线条，我这个线条他们就是很硬的接在一起，不好看的。哎，中间有点树把它一挡，把它很自然就接过去了。你看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山石哈，整个山石就感觉到由浓逐步逐步到亮，那种质感是很强的。现在我们准备把上面的房子，很小的房子，把它画一画。画房子，哎，这个三峡的房子跟我平常的房子呢又不一样。这种的房子不要画的太大，也不要画的太复杂。我在下一盘叠盘的时候出以小景为主来画的话，我房子给大家画的就复杂一点。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呢？就画的不要太大了，因为三峡主要是以气势磅礴来表现三峡。如果你房子画的太大，那这个山就显得小了。所以说这地方你看哈，跟我平常的画出来的房子是很不一样的，很简单的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屋顶就让它，也不要画瓦片，屋顶就让它这样子。到时候因为到处都是绿色的话，我到时候染点红色就解决了。哎，就这两个房子就可以了。这个画好以后，比方说我们再用一个比较，我把这个桅杆把它画出来，这个是叫灯塔。在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，它其实每一个宣纸它都有纹路的，你就顺着这个纹路画，基本上这个桅杆哈，它不会把它画斜的，一笔下来由小逐步到大。哎，这样子画好，画好以后
食指这样的，然后这个三角形到时候我会把它点成红的，这个代表什么？哎，代表有上水船来了。这个是控制它升降的，有四根，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往下的三角，就是下水船来了，我们这里把它省略了，不要了。折叠点数靠近这边的数呢，当然还可以比较稍微大一点，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数的浓度把前面这个数蹭出来，但现在这个数已经是在这个坡的后面了，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坡度不要挡住了，也不要画得太大。因为点字笔毕竟头比较大，所以在点的过程中啊，有时这样靠近边上就不要去点，到时候会用另外一支笔把它给过渡下来。好，这个画好以后，我们可以换一支小笔，小狼毫。现在可以这种小树呢就可以用它来代替，你比如说这个大树用大树杆，这个比这个这么小的树你用这个大笔可能不好画了，小笔其实无所谓的，这远处的树呢看也看不到很清楚了，稍微勾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画好用，我们下面这些呢就等它稍微干一下再去管它。现在我用的是一支这个叫吸去笔，这个笔它说是画水，其实啊也可以画什么，画远处的小树。你比方说我现在哈在这个墨里比较浓的墨里我调了一点什么，调了一点这个山绿色，我画什么，画远处的小树，这样利用这个远处的小树，我们把这前面这些树全部要把它怎么样，要把它蹭出来。你比方说现在画到这里，这个树这个最大的这个树它是向这边斜的，那我们在画这个松树的时候，后面松树要注意它的一个迎合啊，它往这边我就往这边，但这个树不宜太高了，你这太大跟这个房子的比例啊这些都要产生一定的关系的哈。因为这个吸去这个笔它可以，你看画很细的线条都能画出来，好，通过这个树杆，你比方说我这里进来以后，我这个地方还可以再进一个树杆来，再变换一下，其实啊就是通过这个树杆我把这两个树就把它给分开了，但这里比较密，我不能一直这么密了，所以我这个地方马上我要怎么样来，你看一向反方向出这么一只，这一只一出你看它就协调了。行笔每一笔都要基本上哈行到位，然后通过这个树的浓度，你看我这么一蹭，这个树就蹭出来了，它一会儿还用淡墨。画松树的叶子，点松树的叶子的话，树杆我是什么墨色，我这个树叶要是什么墨色，这样子你点的过程中，我这个树杆我觉得不漂亮的树杆，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点子，比如我再点下来，我觉得这一点不漂亮，我把它挡住。但有时候还可以在画的过程中，你比方说，我觉得如果这一只开始指到这里，我就这样子画下来，它就是一个平的，肯定不好看，我就把它画上来一点。好，这再下来一点，这样子它就有变化了。
也是等它稍微干一点以后，我把这下面这些把它蹭一下。比如呢，我们现在再过来再画这个房子后面的话哈，这个书呢要小一点了。正好要利用这个树它的浓度，你看把这个房子衬出来，这个转角处很关键的。其实我这个树的画的都比较浓，你看这一块就把它衬得很亮了，这边还没开始，现在可以开始了。你看先画这么一笔，那逐步把它虚上去，虚上去以后表现这里还是亮的，这个不要太亮了。这个树感其实无所谓，你后面这个树感让它模糊都可以的。好，这里我用淡墨逐步把它过渡上去，只要这些亮，你看一旦全部没了，这个树是不是就很明显了？包括这里，你看我把它也是稍微过渡一下。现在这两棵树就很亮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棵树，这两棵树画了以后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哎，你看这个墨色比较淡了，哎，我调点淡墨，远处的这个树我们再画一点。这里树都是这样子往上长的，我这个地方你怎么来一棵，哎，有点像什么倒挂松一样的。比方说现在靠近远一点了，这个树叶的话我就可以不像开始那么点了，哎，我这个就跟写画弧线一样的。只要把松树的这种形状表现出来，好，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墨把它调的比较淡一点以后，我就画点后面的松树，也是可以加一点山绿色，这就比较淡了。你比方说，房子后面。房子后面这里你可以加一点，增加一点它的层次。这个树后面我们也可以加点，那这个可以调得更淡一点。远处的树呢其实比较简单的，这个虚过去。很随意的稍微点一点就可以了，不一定把它画得很复杂很怎么样。其实它们就起了一个衬托的作用。这个地方我把它画得比较浓一点，画这么浓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把这个树和这个树把它衬出来。逐步我们你看把它过渡上去，比方说这个树是这样子的，我这里是这个树呢，把它呼应一下。
面我就完全就可以怎么样的哈，等它稍微或者干点啊或者怎么样，我就可以用淡墨过不过去了。这个也叫环境色，这树不要太圆。环境色什么呢？就是我以后我要烘云的时候，我自然的哎从这里上面就是云气，把它相接，也靠它们来衔接。那下面这些啊，不要它太亮，稍微染一染。把它稍微干一点以后，我们这些地方再加点小树枝啊就可以了。这边比较复杂的画好画了以后哈，我们现在来把这边的山石先画好。这个山石在画面上来说它也是算比较重要的一块，应该说也是比较近的，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，我还是蘸的是比较浓的墨，基本上算焦墨了。蘸好以后笔也是老规矩把它刮干，刮干了以后呢，好，你比方说这个山石哈，我首先第一个我画这里面的，一笔下来外边是很光的，哎，里面是很毛糙的。其实这里面毛糙就是干什么，就是接我里面线条的，你比方我这里要画出来这个线条接这个拉下来，这个一拉，这个很多学员都画的不是很好，把它撑上去，撑上去以后鼻峰，你把我这么一撑，这个鼻峰要怎么样呢，转过来，有些学员总是觉得哎呦这个鼻散得很开，其实啊你画这些线条的时候就是要鼻把它散得很开，才画得出这么有很多有变化的线条。来，我这里是用局部的笔好来画，因为我这个线条现在这里是这样平行，到这里一压下来，这么一变就变化了，它就有变化，你不要再跟着它再下来，那就没变化了。这块画了以后你不要去那个马上，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为什么没画下来，哎，因为我这里我知道我是要画一块山石，其实有时候画这个山石的随意性是很大的，在画的过程中因为这下面你不必要你把它画的很复杂，它是下面靠近水的，一会儿我要画水，水画的比较精细，比较复杂。说这些地方啊，到时候都是要把它怎么样来，只要基本上是靠近水边上的石头，我都会把它怎么样来，把它画的比较粗犷一点，或者是到时候会染的比较深一点。还有靠近水边的石头，边缘不要把它画的很平，要怎么样？都比较虚的，边缘都不实的。后面的更加虚，你看。该松的该虚的就把它虚掉了。
这里条件跟开始一样的，也是把笔擦得很干了，擦得很干以后，我就调点颜色，调什么颜色呢？山绿、太青蓝、藤黄。好，这个时候要注意了，太青蓝和藤黄，然后朱标，也不要它太鲜艳，但是也不要太深，笔还是不要洗的。一笔下来，你看一飘来，下面这里比较黑一点，哎，这上面比较亮一点。好，算差不多，这个三十就是，基本上画好。一会儿等它，也是等它稍微干一点，我们再打点子啊。在这个再管它哈，再加点水分这些。我们这块山石画好以后呢，就画后面一块。后面一块，因为我这段画呢，你可以就是上面是比较暖色调，所以我在画的过程中呢，我会调一点色墨画了。我们将就开始盘子里还有点颜色，把它揉一揉，揉和一下，揉和一下以后，当然这个还不够的哈，我们要加什么？这个是一个是。朱标、胭脂、山绿、藤黄，哎，这几种颜色，这么调好以后，好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把这座山直接就照它到顶了，因为现在对面有座山，对面有座山呢，它是比跟它的高度差不多，所以我这个地方呢。我就直接一块山石到顶，好，这笔画好以后，比方说我们这样拉下来以后，这个地方我们要找一个接口，接什么呢？就接线条的地方。你比方说我像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大的，比较出来的，哎，我就可以找到它。但是画的过程中，是线条要有变化。你看，我这下面比较窄一点，这边宽一点。到这里，我又这样接下来。像比方说这里哈，我就不一定非要这个线条一直拉到底了。哎，我这样子过来，我通过它。这样线条与线条之间它就有变化了。这个地方哈下来以后，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来利用它这个浓度，虽然我这个比它淡，但是它这里很亮，利用它的浓度我们把它分开，自然就分开了。分开以后，好，这上面这个地方就可以让它直接什么样的到顶了，就是上面还有多高我不知道。好，我们这里再调点，因为后面就要稍微虚一点，比方说我们再加点水分。这个画上来以后，因为这个后面其实在画面上也是属于是比较怎么样的，不要太复杂的，要画的比较虚的。要画的是这个是很快的。像比如说我现在画了马上以后是这种
有粉质的东西哈，我现在画了以后，马上我就可以把它染一染，使使用地方像这个上面，这些量就不应该，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染下来，这里也把它染下去，这个量也不好，有些地方我就可以把线条把它稍微接一下。到了后面加点水，我们把它这里不要把它画满了，哎，就虚下去，就是这种地方它亮的地方我后面可以给它画得很满，这种本来就实的地方我就不要把它画满，一画满两个就粘在一起，这也不好看了哈。我们看看这个山形，这个山形如果你觉得这个山形还有点不是很好看，或者是应该让它虚点下来的话，你可以再调整一下它，这都好调整的。你看我这里画下来，哎，我觉得我这地方要出来一点，那就出来一点，没关系啊。我要什么冒过去，那就冒过去了，都好虚的。好，这个山石基本上就画好了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山石画好以后呢，等它稍微干一干，像这种块面比较大的地方，用点字笔来把它点一点。这个点字笔代表什么呢？你看哈，主要是点在这个块面比较大的地方哈，像这种比较精细的山石地方不要进去，代表山上的植被。这是一了。第二个呢，它起了一个这个点子与线条、块面与线条衔接的作用。你比方说我觉得这个块面和这个线条不好看，点子笔一来，哎，你看就把它衔接过去了。下面这些地方其实开出了本来都不是很重要，所以我就基本上点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点了以后呢，如果要点后面再用这么浓的墨去，那就不好看了，所以我们重新再把笔把它洗一洗，然后蘸点颜色，它是色墨画，我们就蘸点颜色。这个点子要比你本身的墨色要浓一点，这样子你点上去的点子才看得出来，要不点上去就看不出来了。摸摸，哎，差不多快干的时候，就可以了。你看现在感觉到呢，它就比较厚重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要画那个瀑布这一块。瀑布这一块呢就已经是比较远了，比较远我就把它颜色调的比较淡一点，也比较柔和一点，会适当的加一点白色。画到什么地方哈，就画到这边靠近这个山的旁边，我们可以先在它的附近这里，我们先画这么一块，这块画法其实是也是最简单的，但是也是很难的，很多学员没有把它画好。
学习圈画实的地方，想画这种实的地方来，他画得好。你画虚的，他不知道怎么虚了，看这个虚过来，靠近瀑布的这些边缘啊，都要让它怎么样，都让它比较深一点，因为你要这个水量出来，你边30就要比较深。好，这个画好以后，比如说这是肯定瀑布是在山上等着的，对吧？出来，我这边这个呢，就再画一个瀑布，不要到底。有些学员从这里开始画，那肯定不好看的，在它的2/3处。这个线条肯定是要画的比较浓，因为画的比较浓，它才那个瀑布才出来了。但有些学员画了这个线条以后，他就不管了，所以显得这个地方，你看这算什么？说必须马上就要趁着它是湿的时候，你看哈，一个，那有些学员就这样子画好了，他这里就这样子，那肯定不好看。我们怎么办呢？要它很自然的和后面这些东西接好。他不要把它画成一个圆圈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看我这样子虚一下，其实啊，这就是现在我这个就是后面和云，再和云相接了。虚过去了，然后马上我们换一只小鼻，将就我们开始调的这个颜色，这个是将就这个颜色，马上画什么？画瀑布里面的石头，因为你现在如果不画，等到时候你另外再调颜色，不一定要调出跟它的颜色一样的，一定是要一样的。你比如我这里的话，可以把这里稍微调整一下，我把这个地方出来画这么一块石头，这个石头上面的它比较浓或者比较实，下面怎么样呢？比较虚，脱下来不要画的正中，有些学员画的正中，然后一分开，这边这么大，这边这么大，不好看。你看我现在这边这么大，这个这么小，这样子画出来就有变化，这个算大的，这个算小的，哎，还有更小的，这个地方更小了，这里就有变化。这块画好以后，哎，我这个地方正好还有个流水口，也是把它拖起来，拖的时候一定要拖出有水流动的感觉出来，不要太平，有些学员上这么上下上面这么浓，下面还是这么浓，那不行的。上面我不管它，上面我会怎么样呢？我会调一点，我稍微调点比较浓的墨，加点山绿。这干什么呢？你比方说哈，在这里我就画一棵树，这个瀑布你看就从好像从这个树后面，它就很自然就把它藏起来了。好，像这个边缘这个线条也是比较硬的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也再画点树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等它稍微干一点以后，我再在前面再画一棵树，它一下子这个树稍微大一点，好，这后面树小一点，它有层次了，但现在还不行了。这边画好以后，自然的，我这里要画一块比较大的这个30，这样子画下来正好和它连在一起。但是由于中间有云，
所以把它们分开了。我们现在调点颜色，现在的颜色我看说嘛，越往上我会画的越红，所以我现在会调点暖色调出来。好，我们这里调好以后，这边这个山我们可以就开锁了，让它浓一点。在画的过程中，这座山也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，把它画的比较细致一点。第一笔从哪里起笔？由于我这里面很多的颜色基本是颜色调好的，这个里面山绿色呀是蛮多的，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，由于它这个颜色很多，你不要怕它化开，它也不会化，化得很快的。就我拉线条就可以把它拉得很细致，你线条走得越慢，你看出来的这个线条就越有金石味。要注意线条的变化。有些线条该粗的粗犷一点，它粗犷以后，哎，它可以跟这些线条它就有对比。它会把这些线条显得更精细，但是一定要接好，如果接得不好，这一块突然一下就这样子了，别人感觉到也不舒服的。其实全靠什么，就是全靠线条的组合。你看我开始这里没这么浓，哎，我这里一加浓，马上他们就把两个就分开了。这个地方是个喇叭口，肯定也不好看，哎，我就看了是往这边还是往这边，根据情况往这边。下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，就这样虚一点了，叫下面就要和云相接，你不要一直画得这么实在，画得太实了也不好啊。稍微虚一点的话，我这个用笔煞，这地方我就刚好的实一点，你看从侧锋拖过来，擦的比较虚，自然就把这个地方的山石就亮出来了。如果这里从画这里画的很细，这里还画的很细，都画的很细，反而不好。那个画的好，因为它这个地方，我就马上就可以用水。靠近下面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再调点颜色。你比如说山绿。这里开始的呢，红颜色呢要稍微的冷色调要稍微多一点了。好，调好以后，鼻尖蘸点水。你看，我下面给你看，稍微把它过渡一下。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过渡呢？因为我这下面到时候会染冷色调，所以我这个地方啊，我要，你看我现在可以先把云的形状，哎，先把它先染出来一点。那现在这个并不是最后的云的最后的，因为还可以再添加的，包括这里开始画了，虽然还没有画，还没有染云，但是我通过这么一染它呢，这个云的基本形状呢就出来一点了。像这里下面这些都无所谓的，随便也都可以加的。
块你是不要把它画得太细致了，用这块。目的是什么？哎，目的就是这一画了以后，我们就重新在这一块，我们要把它转过去，再画出三十来，这个是把它画的气势比较大一点。好，比方说我先这里，不必要的亮，我通过这个颜色我把它压下去，这个越压你看这该亮的就更亮了。这一段我都把它都画的是比较精细的。好，你看哈，逐步逐步的，所以下面要稍微深一点，这里画的比较深，它目的是什么呢？哎，把它衬出来，说三十啊，也一层一层都是相连的。后面逐步画，我们叫越画越虚。虚什么呢？就是有时候匀的匀的地方啊，该留的就要留了。你比方说，我现在画到这个程度以后，我这里我可以把它画的比较实在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要红匀了，我要考虑个什么呢？考虑一个，哎，这个石头呢转过去，这里过来的话，明显的它开始要红一点延伸过来，好，到这里被云挡住了，哎，这个地方我再出一座山，哎，这是更偏，看就更加就是一个山的形状，一个山的剪影，不要再画里面的还有很多的线条啊，这不要画，好像山的延伸，如果是没有云，哎，它这个山转过来就过去了，再往后面，因为三峡的这个很多的山啊，它都是一个山脉啊，连绵不断的，不像是黄山啊，一座一座的，或者不像张家界，它的山形都不一样的哈。我现在要调整，你比如说一二三，我感觉这三段不是很好看，
那我就要把这个云的形状稍微调整一下。但这种云一般我是在打湿了以后，你会做湿的时候干的烘染的时候来烘染。但现在呢，我只是把它的云的形状先画一画。你们像这些画了以后，还有靠近这过来这个地方，突然一下子就这样子肯定不好看的，所以说我这个地方也是会画点这个虚虚的，它就是代表这堵山的，但是由于中间被云挡住了，如果没有云的时候，这全部是完整的，都是一座座的山。这边这一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我们这边画好以后啊，比方说这边已经有座山了，我这个地方就不好再画山，该怎么办呢？我在这个地方稍微虚虚的来这么一点，也代表山，也代表云，上面就让它空留空了。这后面都是山，这个都是一般要在烘染之前就要先把染一染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些大的感觉都画好以后，我们再加点这个小树。你比方说像这个地方，这里我们都可以加几棵小树，这样它会使这个画面显得更丰富。这个地方我开始说，这个地方不要把它画下来，不要画下来，因为什么？这个线条和这个线条如果是很硬的接在一起，肯定不好看。哎，我怎么办呢？那要画一棵树。这么一挡，感觉上是不是就好多了？好，这一块我们也把它加一加。加为什么要加这里呢？因为这个线和这个线，它们的衔接上还是觉得比较硬。我现在准备这样子把水画出来，把这个颜色调成那种紫灰色那种颜色。好，调好以后要把这个鼻基本上打扁一点点哈。我们就画这个水，你比方说这个水前面的你可以把它画得比较浓一点。我上次那一盘第一盘光盘呢，我们是用的是小溪的水的画法，现在我这次就要画成波浪的水，大家看一看吧。首先第一个，你看鼻打扁，然后侧风，以托风的形式拖过来。这层很多学员他都会画的，但是呢，马上要下一笔，一笔接一笔的时候呢，这个就画的就不是很好了。比方说拖过来，鼻一定要调得好。所以有时候我经常会在怎么调风，大家看哈，你看我这里画了以后，这几笔画好，鼻上风不是很好，
就在这个盘，因为笔水分不干的，就在盘子上稍微蘸蘸，调调鼻尖。比如说我现在画了这一组，我不管它，我画再画这一组，你看这个明显这浪头就要比前面的浪头要怎么样了，要大。接过来以后，我这边直接把它抬上来啊，这个地方接下去，中间的正体有个浪花了，这浪花你不要知道是空着，点它一点，哎，就感觉还是个小浪花，明显感觉呢，这个比较丰富了。这个水的画法，比我们上次画那个小溪的水的画法，就要难很多了。那只要你基本上掌握到它的规律了呢，你看这个很自然就把它衔接过来了，就还是容易的。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的。第一个，像今天你们拿了这个盘子，这个要多观察，多看我怎么画。第二个呢，以后有机会啊，你可以到外面去写生的时候啊，也多观察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过黄浦江的时候，我们看看，哎，也有上次我过去我看到的，也有浪花。这个过江的时候，那个浪花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水分不要太多，刮干一点。比如说这个画好以后，这里都还有蛮大的，这个空间蛮大的，这只是一个局部。像这种画好以后哈，很难的就是怎么样把前后要衔接好，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。你把这个画好以后，前面这个浪头我也可以让它更怎么样了，你看更大了，而且流畅一点这一笔。就要边观察，因为画这种也是机动性很大的，不是说是我早就想好了怎么样，都是根据这个画面的情况，我们来决定它画是怎么画。比方说这个地方，我马上想到，哦，这个地方有点像我们画小溪的水的画法。来，这个冲下来以后，哎，就产生浪花。来，这个浪头明显我就比前面就要小。它有些很细微的变化，其实就是靠这个什么。我们上面的话就叫导浆舞。点一点，那这种就是它又像是浪花，哎，又像是浪头。这一块画好以后，
有些地方你都可以这样子一笔拉下来。像一般这么画好以后啊，我们可以比方说就把这个笔蘸点比较淡一点的让画衬出来，我把下面这里稍微染一染，然后我前面这个水的流动的感觉就很急很急的，但是前面这个浪头是很大，但如果我们画到后面呢再这么大，那这个水就平了。有些学员最容易把它画成一排一排的，那就不好看了。浪头明显的就叫小很多了，而且注意它的转折处，你比方说它这个是这样子过来的，这个过来，这个这样过去啊，要注意它的转折东西要经过画三尺一样的，哎，画到后面了，该虚的地方就要稍微虚掉。哎，像这里我就开始说，这个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怎么样呢？这里我再来一层，像画到这里，这边就空着了，我们直接就是一笔，靠近边上，把浪花衬出来，我把下面这里稍微染一染。然后我前面这个水的流动的感觉就很急很急的，但是前面这个浪头是很大，但如果我们画到后面呢再这么大，那这个水就平了。有些学员最容易把它画成一排一排的，那就不好看了。浪头明显的就叫小很多了，而且注意它的转折处，你比方说它这个是这样子过来的，这个过来，这个这样过去啊，要注意它的转折了。东西要经过画三尺一样的，哎，画到后面了，该虚的地方就要稍微虚掉。哎，像这里我就开始说，这个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怎么样呢？这里我再来一层，像画到这里，这边就空着了，我们直接就是一笔，
靠近边上。现在呢，就是墨稿画完了以后呢，现在就开始叫染色了。染色，我呢，比方说像这段画哈，有这个树，有树的话就必须要干染，干染就我们先调的颜色。染树要分四个步骤，我这是第一个步骤，先调比较浓的颜色，太青蓝、胭脂、山绿啊、藤黄。这个比较浓一点的颜色，染什么地方呢？先把这个树的底部就先染了，大概在它的三分之二处吧，染到它的三分之一，整个树的三分之一左右。好，你这个第一层就算染好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这个盘子里现在不要用光，要留一点，留一点干什么呢？我们调第二笔，这个时候水分不要太多了。树的第二层，那就太青蓝、山绿、藤黄，这层颜色就明显比开始第一层颜色，这个叫亮很多。好，比方说哈，我们这个调好以后，我要染这个树。高出它这个树一点，把它染过去。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，很多学员在染这个第一层的时候，染到第二层，它跟第一层完全是分开的。你看我这个染了以后，第一层和第二层是完全是接住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在染它的时候，我要把它衔接一下，基本上就把下面一起衔接一下，哎，它这下子很自然的就过渡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我们盘子里还是剩一点颜色，再沾一笔水。现在太青蓝不加了，就加山绿、藤黄。对，它会显得更加亮一点。我染好了以后，基本上每棵树哈都是那个什么，都是那个顶部，下面都没了。有些学员他染的是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染完以后外面留了一个圈，留了一圈白色。倒是你在染第四层的时候啊，这个顶上就一个圆圈围着这个树，肯定不好看的。每棵树就是它一个顶部。前面三层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染法，但是由于它这个树本身有大小，所以它有层次的。调第四种，第四层这个树的染法，这个染的时候就要注意了，我就要颜色上就有变化。你比方说，
像这棵树，这个树和后面的背景，这后面的背景是比较浓的，那我这个树我就不要染得很浓，一染如果一染浓，它们两个就大家分不开了。所以说这个树该怎么办哈？藤黄加点白色，这也是我们画面最亮的一棵树，就要亮起来，这就叫反衬法。它后背景比较深，那我这个地方我就染得比较亮。哎，大家看，是不是这个树一下就亮出来了？后面哎一下伸进去了，这也好看的。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加点朱标白色。比方说，就是开始染的这一层，我们可以再把它加的更厚重一点。哎，你看它会更亮一点。然后加了以后，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加点山绿，比如说也就是山绿加藤黄加点白色，这个颜色也是很亮的，但是它没有这个树这么亮。好，你看我这样子加上去，它也是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目的是为了把后面衬出来。好，这棵加了，后面的树呢也不能说是每棵树都是一样的颜色，我们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后面的树有些该浓的就要浓一点，它要和后面的环境色融为一体，这样子出来的效果它就有远有近。你看我这里加的比较浓一点的，像这个树，就让它浓了，你看比较浓。哎，它这么一它一伸，自然就把它衬里面两棵树，本来开始都在一个平面的，都一样的量，现在它伸了，它自然就出来了。而且它这里不要它浓，还有一个好处，不要它亮，还有一个好处。比方说像这个树亮，这个树亮，这个树如果再亮，再亮的话，那就是一排，这个也不好看。所以它压下去，它压下去了，它还算。还算比较那个，我比较亮的，我后面还要比它更深的，这个更深一点。其实这个后面一深，我还完全可以怎么样呢？不一定只染树，连环境色一起染。在没染之前都是一个色调，但染了以后基本上每个树色调不一样的。啊，这个染好以后，我们把屋顶染一染。屋顶染它怎么染呢？这个屋顶很简单，它就是两个小房子，整个画面大家看看，现在都是冷调子。那我现在这里就染点暖色调。屋顶用什么？就直接用朱标色，你看现在它是不是显得就很亮丽？这个航标灯，这个三角这一块用什么？就直接用朱标，而且是很蛮浓的朱标色。我们将就这个颜色，我们就可以把船小船染一染。小船就调成赭石色，小船是很好染的，用勾染的形式，因为它很远了，我们就用勾染的形式稍微染一染这个船头，稍微染的勾一点，这个都用勾染的形式，同时下面也用这个赭石色的形式来染，它四周都很，你看这些都很浓的话，那我这个房子的这个墙面我就用很亮很亮的，就用那个紫的颜色，下子它会很突出，如果这个时候你把它染了很多不一定是好事哈。好，这个染好以后，现在呢
就需要调比较浓的颜色。你比如我这个时候调一点山绿，调点藤黄，调点白色，这个颜色都是很亮的颜色，但是一定要调得很厚。这干什么用哈？你们我开始这个，开始我这个树。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得比较厚，你要开始我调得不是很厚的话，点上去一会儿就没了。也就是说这个草坪上呢，哎，又多了一个层次，前面还多了一丛树。来，这里面有些地方隐隐约约的这个水分稍微多一点，哎，我点一点。另外有时候我们还可以，适当勾一勾这个树枝，本身这里显得什么，或者是它比较生硬，哎，我这勾一下以后呢，它会显得这个马上就觉得，看来这里就厚重了。好了，干染我们就这里就染完了，现在下面呢就是把它吹干，然后再打湿，我们再把云染出来。我们画完了以后，要先把它吹干了以后，然后打湿，打湿是全部打湿。盘子你开始是有一点这个颜色，有点没关系，反正我需要的。我们先把这个盘子调均匀了。我烘鱼呢，主要是从上往下开始烘来。你比方说，现在上面，啊，我们现在上面这个地方哈，都是以暖色调为主。那我在调的时候呢，我就调出这种暖色调。既然是调出暖色调，我现在首先第一个叫加什么朱标色。可以适当加点白色、山绿、藤黄，这个颜色你看着它不要太浓，但是它一定要厚。好，现在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以后你就把你所调的颜色要怎么样呢，全部揉到鼻根去，揉好以后把鼻连鼻根带鼻尖一起刮，刮得差不多以后鼻尖的把它挤干，然后前面用清水我们把它打清上，这可以了。啊，基本上差不多。边画边洗。调整，你比方说哈，我现在画了这层画好，再往下面大家看，这是有一点带绿色调了。好，我的下面我又要再加东西，又往上面，因为这里是都是绿色调子，所以你不能说是红的突然变成绿的，所以说要逐步过渡，要变成它有点绿色调，你又加什么？主要是加什么？加点藤黄，加点太青蓝或者山绿色，它自然就有点绿色调了。画这个要充分的利用什么？利用这个笔尖和笔根的关系。它这个笔尖是很淡的，笔根是很浓的，哎，不要它浓，我就
压下来一点，然后淡。压的是，压的厉害一点。这一块的变化有粗有细，当然我们一会儿我们还要铜染。现在先别把先把它的大概的形状先把它画出来。下面下来我们又要再浓一点了，因为这下面这些地方啊就需要再浓一点，再浓一点我们又再加一点。这里面又加，我们再往下我们又浓一点，比方说现在我就再加点什么太青蓝，橙黄，看起来可以稍微多一点。可以加点，适当加点胭脂色。加胭脂色就是让它更加厚重一点，它这个是比较中性的颜色。也是刮笔刮的差不多了以后，前面挤干，蘸清水。比方说我现在这边我就好就接上去，你看正好跟它又衔接好。下来，我不要怎么这边一条，这边一条，这边一条，这边看着不好看。有些地方啊，断掉就断掉。我们要做的什么呢？情断意不断。是把这个云朵形该亮的地方就让它更好的亮起来，该它比较 含蓄的地方就让它虚下去。我们这里再调一点
正亮的颜色。你看我这个颜色哈，就是说很多学员问我这个颜色到底染了什么时候才算染完，你觉得画面达到效果了，达到你需要的效果了，这就算染完了。上面比较红了，下面呢我们还要再粘一粘，怎么粘呢？哎，我就是粘，我又加点藤黄，又调一点太青蓝，哎，这个颜色一看又很绿了。染什么地方哈？哎，我就从这下面接下来。